是啦，那无食物件是不是有巴肚炎？对啊，嗯，即个巴肚炎，也要食物件啦，无人无去啦，怎么行咯？啊哈，要食物件，都要食物件啦！好，紧起来，我陪你去食就对。啊，不过食了都要来等我。嗯，给。你两位看干嘛？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，新平姐姐。嘿，恁家你这间上好一个物件，拢甲我传出来。哎呦，这位姑娘，咱黄鹤楼的物件哦，每一道菜拢非常好吃，所以哦。所以你每一道菜拢甲我捧出来啊。这位姑娘，你莫误会哦，我唔是讲惊你吃啦，啊，不过你叫遐侪菜，你敢吃会完？你给人家管，因为我唔知我新来的兵要吃啥物，所以你把你每一道菜拢甲我捧出来，我要给我的兵吃较欢喜的，吃较冰过，好无？冰。哎呦，水狗娘啊，你这么少年就。出手就这么大方，无安尼啦！你请我啉烧酒，啉汤海，安怎？请你啉酒啊！你当作你缘投哦！来来来，我甲你讲，外面有一条臭水沟的水，你啉较济，人家乎你哦，腹肚痛，啊，规组害了了，啊，去看医生嘛看无效，啊，人家屁屁出来也臭屁屁，结果臭面膜也无人治。来来来来来来！难道你家己七八十岁，你假见笑啦你？哎，这死查某鬼啊！你真正敢去养本大爷？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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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受罪啊啦！还是歹势，休困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死啊！你这死查某鬼啊！本大爷来，我给你教训一下哦！你唔知酒偌悬啦！你死人啦你！查某要当泡查某？啊，你死人啊！你上好叫老母吃去做点心好啊！我哪会安尼啦？人安尼，以后人想讲我这有妖怪，我生意是要安怎做啦？哎，坐坐啦。嗯。公主，我要来点菜啦。好。哎，公主啊，今麦是食饭的时间呢。这个客栈人应该足多啊，哪会一个人客拢无啊？李总啊，卖遐搞的，先去点菜。哦，哎，头家，哎，两位老客，来，要吃一挂啥哦？给我传一挂小菜啦。无问题，饭菜随来。哎，头家，头家，恁这间客栈看起来袂歹啊。
安奈一个人客拢无啊！我这间店哦，恐惊以后拢无人敢来啊！搁过袂偌久，我这间店就要倒店啊啦！啊，这是为什么啊？是因为哦，讲来话头长啦。伊这头家的面相看来，伊应该是一个心肝善良，而且佫有像菩萨心肠。不如我就来给伊斗三个。头家，请问你这敢有纸甲笔？公主啊，要纸甲笔，要做啥物啊？我想要甲这个头家斗三工，替伊招一挂人客来甲捧场，让伊生意兴隆。李洞宾，你慢慢想袂到我如此辛苦，会当让我的手搁再重新吧。我已经将血液散播出去，到时阵一定死伤无数。只要百姓再来求我，我唔留人心糖啊吃，就连我东南东路一日都袂放过。头家，麻烦你啊，将这张黄符打在你客栈内底。是要创啥？李松，迄叫做黄号，也阁有这個我拄仔讲过啊，这是要飞出去，招人客来甲头家捧场啊。啊，黄号阁会招人客哦？哎，你看嘞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咧飞嘞，是啊，真实嘞，飞嘞，飞嘞，飞嘞，快点，你看这，你看，飞起来。各位，你唔免着急啦，你会当坐落来，啉一茶，顺便食一个便饭，然后才大大欣赏这黄河跳舞。对对对对对，大家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是我啥？收着。哎，公主，
公主，你为什么走出来啊？我拄好看到一道绿光，飞出客栈。绿光？公主，是毋是代表林某哥出现啊？上好是，那安尼我就会当走出牡丹下路。好呀，有人要挑起散步云。哎，公主！哎呦，公主！公主，刚刚因拢得着瘟疫。无唔对，想袂到这个瘟疫扩散到这么紧，我也赶紧找出病因，才会当对症下药。李松，你看麦，摕只上用着，摕着只我亲身替看麦。其他，摕咱进前所练的药丹分食，迄药丹会当让伊减轻痛苦。是，公主。公主。哎，头家，头家，我真痛苦。哎呦，你拢得着瘟疫啦！来啦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爹，你唔免烦恼啦！啊，我今仔唔是一世人好好徛伫遮，好在讲这一路小路，阿斌在照顾我。哈哈哈！阿爹啊，我若无讲你真正无了解，我甲你讲吼，故事会发展成安尼啦。我甲阿斌吼去客栈食物件的时阵，我咧点菜啊，好有一个人客伊当作我拍烂，想要甲我揩油呢，好要找我的麻烦，好甲这阿斌伊冲出来替我解围。虽然到最后伊是去红木。但是呢，伊的行为我看起来，伊这么为我，我实在是足感动的。阿斌，我真正是感激在心。有文，有文啦，有文。阿斌，我去看下有文。啊，好，好，去去去。阿斌，你不准去。为什么？敢问我为什么？哎，你还知影呢？迄文斌是恁小妹玉文至百微分的未婚夫咧，你安尼一日干甲人黏条条，你是啥物体统？哼！阿爹，那你听起来，就真正你唔对啊！阿斌甲阿妹，伊实在有够衰啦，啊无代无志，啊未出世就互恁这时代咧至百微分，啊毋是应该去自愿啊对无？啊甲做讲，伊两个嘛啊未相亲啊，为什么袂用诶？啊！你唔着讲一个理由，我听看卖呀。阿爹，你卖阁讲啊！你敢知影我看到阿斌的时阵，我就知影我这世人啊，唔是是顶顶世人。我甲阿斌都是天作一对，地生的是啥？我是非常难得永缘千里，经过百般轮回转世，终身走到这世来相拄啦。所以阿爸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上天安排好事，我这世人是注定要给伊做某。你莫阁讲啊，你莫阁逆天而行啊，吼！乱来！过去，你愈讲愈离谱啊！哈！小啊！老爷，将大小姐抬去房间，无我的命令，不准伊踏入去房间一脚步。是，老爷。我的人阁要进房间。这个小早起，这小早起，你在外面干什么？哦，这个实在哦。哎呦，这都我得打。创啥？我
阮阿姊即摆四界一定在找你，你阁唔赶紧去陪伊，顾公主。你误会啊，其实我对大小姐根本一点仔意思也无，是伊家己甲我定调的。还佫恁阿姊？我唔准你讲阮阿姊的歹话。真实的，是我讲唔对话啊。郭公子，虽然咱两个人有婚约，也毋过，迄嘛只是序大人当初一句讲算笑的话。假使讲你若是无满意，还是讲你想要娶阮阿姊，那安尼，你着坦白讲。会清楚，那无我是要怎做人呢？公主，虽然咱两个人有婚约，也毋过，迄嘛只是序大人当初一句讲算笑的话。假使讲你若是无满意，还是讲你想要娶阮阿姊，那安尼，你着坦白讲，讲好清楚。那无我是要怎做人？告诉讲你若唔敢讲，我紧，我替你来去甲阮阿爹讲。稍等。玉文，请你听我讲，我也唔知影代志是安怎会变到安尼，也毋过请你来相信我。虽然咱两个这多年无见面，也毋过我并无因为安尼来将你放袂记，变倒是更加思念你。我自较早都毋忙会当早日见着你。今仔总算是好等着一天啊！那安尼，我一定让你出失望的哦。无咯，你这么温柔，这么善良，搁这么清新脱俗，真倒是我感觉配你袂起啊！哼，什么人唔知影你头拄讲遐话？都是在安慰我。无喏，玉文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我的真心话，你一定爱相信。假使你若不相信，我已经对天就错。我郭文斌所讲的句句实话，假使若有半点欺骗，我甘愿是五雷轰顶，死骨无存。文斌，我唔准你后白就错。今麦你应该相信我所讲的话啊，文斌。对啊，恁阿姐的病是不是真严重？阮已经请真侪名医来医治阮阿姐的病，也毋过到今麦一点仔起色都无，我甲阮阿爹真正足烦恼的。玉文，莫烦恼啦。我相信，真紧就会当找到名医，将你阿姊的病医治好。希望是安尼。心情也不愿无情。
声吹。